在一起，今天我开车撞了这个人，还不赶快叫救护车！因为是头部先落地的关系，病人的大脑出现淤血。你爸到底会不会开车的？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天亮刚下午，医生，天亮！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剪出来？当我赶到事发现场的时候，他爸就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，连救护车都不叫。天空渐渐亮，明晚九点八频道。 你也可以上Togo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天空渐渐亮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。